回到家乡新山，当然是去玩喽。今天天气不怎么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带孩子到室内的 indoor playground。这个是 Paradise Mall 里面的一间 indoor playground，那个面积不大，可是我觉得这边的游戏已经足够让小孩子疯上一整天了。好棒，自己还会把鞋子放好。进来就开心死了，我的儿子，跳啊跳啊跳啊！这边还可以有几个地方让小孩子可以去做角色扮演，我觉得这边不管是男孩子或者是女孩都会非常喜欢。哎呦，有模有样嘞！哎，终于玩完了，赶快换下一个角色。对对对，医生就是这样，赶快拿给病人吧。哇，这医生服务真好，还拿袋子给病人呢。多少钱？才1块钱，哇，太便宜了吧！老板，我要寿司。不是吧，那么快就玩完啦！一下子又变成卖雪糕的小弟了。阿板，有卖青色的雪糕吗？我要一个雪糕，please。谢谢，还有我要 set B set B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小厨房。果然有遗传到他老爸的影子，爱煮饭。哦，老板，请给我2朵红色的花。
的来说，这地方还是非常适合带小孩子过来玩的。那母亲可以就坐在旁边，那边轻轻松松地看着小孩，让他们自由在里面跑来跑去，玩各种的游戏。爸爸妈妈也可以在里面轻松一点，很推荐哦。大家订阅我们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记得订阅，然后并且给我们一个赞哦。感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